还不够，还不够，够不够？要多少？不是要32个吗？有没有人要攻啊？我多买了一把，小雨你要吗？欸、不是啊，我们的那个绿宝石加速还没加吧？还没加，还没加，还没啊！不是那个铁加速还没加哎、欸，铁加速还 没、啊，难怪那么少，难怪超级慢。哎、欸，那个绿宝石，绿宝石先别再提喽。绿宝石就一直没用，我一直以为已经有了，各种各种用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有问，就说有，没有。哎，我来啦，在哪里？在左边。穷爆了，超级穷。下一我要10颗，我要去按。我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啊，10颗，刚刚好。那个绿宝石要存钱了。嗯。存钱，存钱。难怪他们的铁那么多。真的，差超多。毕竟是2倍嘛。给我击退，没有击退，哦，有一个击退，跳跃，估计这里，哎，不见了，我盖一个跳跃前面的就消掉了，消掉，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没关系，有个跳跃也让我们不会被封印住，现在呢？等时间。哎，这个掉落回收物资没有回收啊，好多物资哦。嗯，又有一套，我去弄。而且，还有一个转成金的。有，不好了。啊！就刚刚看到什么东西掉下去了。没用的东西，没用的东西，都是锋利。哎、啊，我吸到一个了，没关系。巧克力，你要不要一把锋利二？没关系，我这边有第二个武器、啊，我这边多了一把，你就放在箱子啊，复活可以用。我这边有一把锋利二了。哎、欸，那你可以合成锋利三啊！我这边有两把锋利二，我等一下要合。哦，好啊，给你。这样拿着就不能死了、啊。五等 ，OK。好、oh, 来，我们要不要买一个分数？他们有加分祭坛。嗯，我们可以买一个。还是我们先等到铁定的加速再说、啊。绿宝石都先不要用啊，嗯、加分祭坛不是用绿宝石、啊、是可以。哦，对好对好对好，是用铁定。好好、啊、那买那买那，搞不错的。买、嗯、对绿宝40。嗯，不能买，为什么？明明就是这样。啊，你铁还不够吗、啊？不是，你的仓库不够。我存了，我存了，我存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穷爆哎、欸！加分祭坛，我买了，我买了一个了，他也可以再买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快要900了，900之后那个又有新的东西，又可以再买了。四个铁，好穷哦！哎，太穷了吧！超穷。因为我们现在过去就也回不来，应该说很难回来。嗯，等一下，只能等一下了。等一下，还是先暂居防守好了。嗯，快要按喽。小雨在铁地那边扭很久了，在赚钱。很心酸、欸。那中央要有了。哈基感觉想干嘛？哦，顶到了吧？蠢蠢欲动。连接了，连接了。
这就真的没办法。我死。我们那个加速了吗？还没。哇、哦，是这个战术的。哎、欸，那过去要小心哦。我忘了我放的是这个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我也来了。啾啾啾，跟在你后面。哇，他们上面。可以，我们的那……哦，我看到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问加分技能。射下去，下去了。不，因为这边是他们的领地。哦，这样好。哎、欸，弓箭支援。好，没事。因为我想到你这样把他们打死，有没有？他掉下去，其实东西也是他们的。嗯，就很讨厌、欸。你小心哦，不要摔死就好。好。加力气包，这样子围堵反而让我们自己也不方便呢、嗯。还好啦，都可以透过跳台回来。我们的那个绿宝石怎么感觉变少了？我猜到了一下。哦，踩到一下应该会领很多的、哦，应该领十几个。难怪我就觉得怪怪的，抓！对不起，我们那个升级了吗？铁定还没。箱子里面不小心领出来的可以先用，要领就好了。好，铁的部分你都还可以再继续绿宝石，好不好？我再弄绿宝石沉淀又可以有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样子僵持应该很难挖到。他们手太哎、欸，不过他们这边家里门口就放跳台，有没有？那个跳台其实可以跳到他们家里，是这样没错。只是他们现在都在家里啊。对，只是说之后，连这个附魔的感觉都可以跳进去，都可以跳啊。对啊，所以你还在这里，是可以的。包打下来了，后面，所以他们真的很多都可以跳。暖心包，我打下来，我要回来。我们那个绿宝石快有了，团团旁边的那个跳台可以跳回来哦。嗯，只是我现在被两个人打。你需要帮忙吗？我觉得有点尴尬啊，三个人。你应该是死了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下去也只会跟你一起死，不如不要。不用下来，我等于我这边牵制三个人啊。可以。差两颗绿宝。可能他下一次就三个人，我也没有。因为上面有一个人一直站着，没办法。哇！你就叫来了。没事，我摔到我们自己家。哦，好。有吗？有。换了吗？哇！他们哇，好险哦！真的升级了。终于回来，终于回来，可以领绿宝了，可以领绿宝。可以领。想要的可以领一下。哇、哦，还好有这个设计，东西就回来了。我觉得有没有人免洗的，我们还是可以冲一波。然后他们，所以代表他们的有他们的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被挖了，挖、欸，我们怎么没有追到？不要输了，直接狙击，完全没注意到。完全爽 ，Jerry！ 哇，难怪刚哎，好吧，太边缘了 ，QQ， 放弃吗？终于可以当处刑者，我开心了！哇，可以玩了，快！完全没有人看到，我们是一群八七，对啊，小雨是卡住啊，是很卡，没有啊，因为我刚我从你面前经过，哎。真的吗？啊、是你哦、喔！我是不是等铁定等到生无可恋了？生无可恋，因为你们知道吗？我们这边超级穷。哎、欸，你们刚刚超恐怖哎、欸！是不是封锁战法？对啊，我不知道这上面也可以放，吓死人了。所以才想要再玩一个这个，你知道我这个中央桥就想很多，然后结果它都是新的那些别的就用不到。好了，让你出去了。哦，巨臂战法直接封锁。刚赶快去买那个高台。对，因为看到你放第一个的时候，不对，他们要把我们封锁起来。巨臂下面是西瓜，有没有摔下来还可以补血？有啊。而且杰瑞刚刚说，哎、欸，要不我们再放一个巨臂？我把西瓜，我说不用，巧克力一定会放。
过来第一个先放西瓜。我就看你们没有要放，都赶快过去放。我想说，嗯，怎么可以放东西？哇，不过这也要小心的，连附魔台上面其实都跳得过去。真的？对啊。跳。这衣服不能脱。只是我们脱巧克力衣服啊。他想脱你的衣服啊！他想要脱他的衣服、啊。变态！没有啊，没有啊！啊！你怎么起这么一滴啊？乌鸦被撞一下就死了。我说踩一下怎么就死了？太可惜了，我们太穷了，我们忘了买那个提升铁。铁啊铁！然后就一直用绿宝石，然后最后才发现，哎，没有提升。买龙宝。哦、这个铁怎么这么慢？穷爆！今天大家都有共识，都不用绿宝石了，真的。我们都以为已经提升了，就觉得怎么越玩越穷，然后就士气低迷。零铁还不能领到绿宝石，神奇！天哪、啊！放太近了，放太近了。啊，对啊，作者换个位置啊，分开。可以离开一点点啊？可不可以身上绿宝石也可以存一下啊？拜托啦，痛苦哦，领出来也存不回去啊。绿宝石设计应该就故意是要用核心这样子，对。像刚刚巧克力挖掉之后，我们就五十几个不能放进去。对。对啊。就是要想办法去挖掉，所以我觉得那还 OK， 只是真的靠太近了。看那是奥斯拉，终于死了。而且我觉得，哎呦，这种中央岛三大岛真的很刺激。嗯，他可不可以设定那个压力板啊？他不是领一堆绿宝石吗？踩下去一下就死，二十个。什么什么？二十个，二十个。想要领一个的就一个一个领的，就是按按钮。哦、就是像二零那样子嘛，你领多少按多少，对、嗯，十五这样子啊。不是不是，我是放压力板旁边放一个按钮就没有，用开关，开关比较快啦，不然一个一个按好慢哦、喔。开关，对啊，按钮还等它弹回来。对啊，开关可以连点。你要领一堆的，就是踩上去嘛，啊不领的就是按旁。绿宝石啊，主要尤其是绿宝石更要这样。铁、嗯、还好、嗯，反正用完就存。一次都二十几根，那就哦，我的天哪，又要再、嗯、绿宝石一踩，哇，家里就没钱啦。我只想要四颗，结果领了三十几颗，就想要领一百块，然后出来了一千块一样，嗯，出来一万块。搭个公车要领一千块，真的？还早不开？请问你要还原钞吗？不好意思，可以这个可以找钱吗？不给，不给，没有找哦。我们是第一次玩到一场，然后我们两边没有连起来的。欸、真的也没有连起来，我们两边没有连起来，靠空桥、啊，完全没有靠空桥，没有可以休息，你知道吗？第二天我们是都没资源，所以连不起来，真的想连也连不起来，资源都没了。我们家资源好丰富，而且你们家这边岛超多的，都是超级巨大的岛。我们家好多东西哦。好了，不错。我现在发现小黑那跟小黑那一对他们的岛都会很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是第二天要买那个加分剂还没钱买是不是？我们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我所有零分呢、欸。不懂得储蓄的概念，居居。真的。谨慎理财。好了，休息休息。休息啦。休息啦。休息啦。休息休息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这个浮岛创意。我觉得有了中间岛屿的选择啊，中间那三大岛其实玩法又变得更不一样了。如果只是中间空桥会感觉比较有没有战偏向比较战术型的，但是呢如果中间有那个三大岛感觉打起来很刺激哦，一开始打真的是超级刺激的。完全就是核心有没有各种的手各种的怎样的去进攻，我觉得还蛮酷的。这个设计越来越让人刺激啦，而且选择权由你，对不对？想要怎么玩就是怎么玩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这一个浮岛创意啦。这个我会再跟作者询问一下，如果他觉得 OK 的话，下一次剪成影片的时候，那个地图档也会公开，好不好？地图档也会在影片的资讯，让你们大家都可以来游玩。喜欢这部影片，喜欢这个系列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留言，并且订阅哦。咱们下回再会啦，拜拜。